我代表吴妹组要颁发的奖项是最棒贝贝奖。有一种帅气是完美消化各种角色，孙悟空只有72变，而他却有100变。穿起私服他是邻家男孩，扮起音乐家他可以沉浸式演绎，戴上蚌壳他能完全以与其融为一体，比珍珠更适合待在里面。他是慢半拍的节奏大师，也是气氛小组长，不管世界纷纷扰扰他只想要卡点大笑，不管是否开机他也不过只想要烤熟肉串，他就是满分帅气十分可爱的赵让。非常感谢分贝在出逃让我来这里度过了7天的假期，然后并且还给了我3个这么好的舞台，谢谢。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追梦道路上或者是人生道路上越来越好，事事顺心，然后健健康康顺顺利利，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奥利给！